戴鸭舌帽，身穿白色 T 恤，一身轻便打扮，八号上午艺人陈志强现身北检执行科。不要酒驾，大家辛苦了，好不好？一见到媒体，立刻双手合十，低调说了一句“不要酒驾”。时间倒回三个月前，当时陈志强与艺人老婆曾志熙收工后到居酒屋用餐，过程中喝了几杯啤酒，准备骑车回家时，才刚起步不到五秒，就立刻遭到警方拦下。帮我退一下就好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帮我靠旁边。一测不得了，酒测值竟然高达 0.45。 事后他也在脸书发文坦承自己做了最坏示范，遭到台北地院判处两个月有期徒刑，可一颗罚金6万元。有时听你来搞驾驶的，搁再讲，家庭代志，今麦跟你已经无关系了。原本是模特儿的他，靠着演技出演多部本土八点档，为演艺生涯再创佳绩。同为艺人的老婆曾志熙也会时不时在脸书上放闪秀恩爱，但没想到如今却传出酒驾丑闻。谢谢。交完罚金，在经纪人陪同下快闪北检，艺人深陷酒驾风波，恐怕已经让他的明星光环大打折扣。近新闻，施伟、张子安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